被各种潜规则，超级英雄也能被潜规则吗？你要加入我们七人黑人七人组了，你就对吧？摸摸手啦，还有什么？我操，这么牛逼啊！晚上倒腾一下啊！啊，真的好看，我昨天晚上给我看爽了。可以可以。黑袍纠察队，有人吗？有人，有人，有人。有。我没枪。谁呀？一来就往下钻、啊。等等。喂。等等。这咋还抢起来了呢？等等。不知道，我反正看见有人往这飞的。我外面几个坛，祭坛吧。应该在外面的那个这个坛。我操！反正那部剧老黑，各种黑那个 DC 的 ，DC 做的好像是，然后各种黑那个 DC 那个超级英雄。不是你不是说 DC 做的吗？各种黑 DC 的超级英雄。这里面什么超人、闪电侠、海王什么的都。快的一批，贼快！超人是个恋母狂魔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么牛逼啊！走了走了，抱团走。我操，有点秀啊，兄弟！走了走了走了。你别，子弹还没多少呢，兄弟。你去别的地方搜吧，有老佣兵的话，你难受的死一批，你们还不走？有老佣兵。没有人要吗？我帮你们带了。有老佣兵，你又得 OB 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没了，往哪儿走？哦，反正贼黑，我跟你讲，好黑暗的里面。超级英雄黑暗起来，那还有啥办法啊？对啊，他就是讲的，就是这个世界观就是这样，就是超级英雄被那个就是什么企业化了、明星化了，然后背后干的都是不是人的勾当，知道吧？那凡人咋办啊？那没咋办啊，没办法，能咋办？就讲了一个男主无能为力啊，他明明那个人就是故意撞他女朋友的，他非要说男主不是都被男主被撞成血雾撞死了吗？都不是，是男朋友男主的女朋友被撞没了，这么牛逼啊！嗯、那他应该把妹妹留着，把男的撞死啊！我操！说明这个闪电侠不来噻，走了，还是不是很那个。看了一批，可以啊。有一个有他们第二集做了个超能英雄，贼好贼有意思，但我就不给你剧透了。第二集还是第二季？第二集，贼有意思。透呗，透没啥事，你就直说他干啥的。我又没让你透主要剧情。他就是。隐形人，他隐形是什么超碳什么纤维，所以隐形他特别坚硬，然后闷又闷不死，打又打不死。就是隐身了之后还特别硬是吗？对的，贼坚硬，就各种东西什么冲击钻啊什么的什么 AWM 什么的都打不穿。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，那个办法笑死我了。你到时候干了就干，那个办法笑死了我，真的笑死我了那个办法。什么恐怖的吗？要剧透吗？你偷呗，没啥事，我不是很在乎这个，就是他那这不全身都非常坚硬，十分坚硬，怎么打不进去吗？嗯嗯。后来但是他就怕电，然后电呢又电不死，只能把他电晕。然后有一次把他电晕的时候，你在干嘛吗？把他菊花里面塞了个塑料炸弹。那啥意思啊？就可以从里面攻破是吗？对的对的对的，外面很坚硬，但我只要往你菊花里面放个塑料炸弹，你能怎么样？哦，就电晕了之后就给他炸死了呀。再放塑料炸弹炸没了。我操，那超级英雄还是可以弄死的呀。就往他那个菊花里面肛门里面塞了个塑料炸弹，从里面攻破。这片子我感觉他妈的有点恐怖啊。贼有意思，
对，黑袍纠察队，贼有意思。这部电视剧美剧贼好看，超好看，真的好看。嗯，哦，好，有我把吗？兄弟们，没有。给蓝颜送的半卡二连，南非啥车？他没车，小电驴。觉得这位置里面那个厂房的位置，咱们占了，基本就吃鸡了。我看看啊，哪里啊？是你标点那个地方。不过内部尺度还是比较大的，请大我家操！自别行吓我！斟酌观看。还有个在原点，看点那棵树。看点那棵树，这树里面，这树呢？好像又来了一个，右边，我听到他讲话了，我脸上，哦，这个你脸人上剩有人半个吗？头，倒了倒了，你脸上有人吗？兄弟，啊，对，我来脸来来，上老有哥，人，老哥扶一对，下，我老听到家他扶一在说下。话。等等等等。哇，在这，他要跳过来补我了，可以打。大残！快点，救我！我靠，这个逼枪所有都打在我头上。不是，你别说话，兄弟来了。好，我突然间打突给他，我一颗雷为什么没炸死他？哎，往右边走。前面。没事，你去补他，我看到他了。我也看到他了。往你们那边走了，漂亮，漂亮，你叫就对了，兄弟。不喽，就叫思密达，叫就对了，打得你哇哇叫。死了还要叫一声，你死你不叫，你不能哎哎。我那是没死的时候叫，我死了之后我都不叫了。哎，西吧西吧西给西吧西吧西吧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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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开开城市，开呀，哎哎开哎哎城市，就是喉咙一直有痰，知道吧？就是感觉韩国人生气就是喉咙一直有痰。是的。哎开。哎西吧，太精辟了！哎呀，我操！秒太久，四倍秒打不过。哎呀，二刀来了来了！主要是我要这把 SKS， 不是说我进的不挺挺远的。四倍秒不过。去找个头。哦，这个逼，他妈的全部都打头啊！那你知道日本人生气是什么发音吗？嗯，中原人，人就这样，叫着一定要中气足，你试一下。巴克亚诺，你也他妈！他就拼命，他就是他不是嗓子有东西，他是拼命就是。在清嗓子，啊给啊老要啊呀，这还要加倍啊！前面前面，八个，打哪呢？这个韩皮讲了，打哪呢？前面，
你现在要爆种了，兄弟！谢嘟嘟的办卡，咋地？这方面，哎，包没舔完。那边有那个叫啥来着的，握把吗？没得。没得没得。太低。你怎么？很奇怪。卷舌音。Okey dokey， 我秀还没丢，走了，跑毒了，跑毒了，886。回，哈萨克，回，哈萨克也是日本话吗？是吧？面对台风吧。面对台风嘛、啊，那他妈确实挺猛的，兄弟。那亚索是日本人吗？面对台风是有点狠、啊。哎呀！我打他。呀，这边好像不行。他妈的，武当踢云中。那边那边踢他。中国人生气的时候有很多种类型，就，哼，我任你仙人板板也行，哼，比如是广东话，我丢你老母啊，也行，就反正那种发音多的一撇，我跟你说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各种方地方语言都给你骂的明明白白，各种音调都有。任你哥，啊，任你哥不是骂人的，任你哥是一种爱好。谁说爱好？懵了，中不中？中不中？中不中？阿拉隔壁，又拉神麻麻辣个霸子，霸了个麻子，黑你个大多。摸你个大锤，弄你个梨唇根，香蕉菠萝你个香蕉皮，我打你妹个香蕉菠萝，棒棒梨唇根。嗯，哎，这个逼到底在哪打我呀？我怎么走到这还在打我？我葡萄你的菠萝蜜。这里枪屁股有人要吗？他们怎么又走回去了？没有枪。娘西皮，狗套麻袋。我是你爸爸，真伟大，我养你那么大，你还不听话，整天去玩耍。听听个嘛。为了桥上有人，有个毛的人，哪来的？还是有桥上好像真的有人，看到了。哪里呀？救命啊！哇，这个逼！不多菜了，兄弟，赶紧去！哦，看到那个逼，抬手给我报仇了。哎呦！你几倍啊？400。我靠！你直接死了。那个南飞，你打那个人在救。我菜呀，还吧？菜逼吧。两个人。他在那个车斗里，两个。中间车斗，右边车斗。就那个，就你打倒的那个车斗，他去救了。啊！我就没打到过人呢。你不是打把他爆头了吗？不是我爆的，陈开的呢，陈开的。哦，陈开爆头的，我操！
哪个刀？就这个绿色的，那个小货车，左边的那个刀，距离我最近的，这不是距离我最近的？哎，下桥了一个，下桥了一个，绿的那个小货车，给你握把。桥上的第二阶段，一个毛呀，都被人打下去了一个，下去了一个，哎，又下去一个，就了一下，他要跳了。我操，陈凯，你这么牛逼的？没有，敌人接的好。啊？增援枪法。哎，又下来一个。啊！这个好准啊！真的假的？这个人太准，完了，快走！救不了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三枪，我可以救了，可以救了！啊，牛逼！我可以去哪里打掉啊？把他挑下去吧！来，挑下！哎，哎呀，这有人呢，放心啊！嗨嗨，都在泡温泉，这天太热了。我让一点好吧，这边晒得到太阳。我这打不了。让一点进去一点好吧，这边晒太阳，热死了，要不然我也不至于来水里。我干。这边咋样，陈哥？我在扑腾。哎，怎么办？水里无法打药，完了呀！那人还在那个离我们最近的那个绿车那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我感觉都跳下来了。我刚过来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被跳下来，只不过应该在左边。哎，我这怎么办呀？我这可以打的。在对面。应该在对面。最少两个，最少两个。烟吗？你扔了烟吗？不是，墙上有人，墙上有人，还是那个绿色卡车。哎，他在前面那个地方，蓝色的绿色卡车跑过去了，就是绿色卡车还过来一个，啊，那边还有一个，他应该看到我，干你！这个雷有毒啊，这雷！啊！张哥，快跑！张哥。江哥快跑，你打不过他们了。江哥，我不可能走。江哥，你左手边来了一个，你不走他们也要送你走。漂亮漂亮，你给他补了，漂亮，我靠，补了，安全系统有毒，没事，他死没死，我啊，漂亮，啊，必死，nice。Nice， 我都不打别人，我就只求补掉一个，杀一个不亏，杀一个血赚，走吧。排第几了？好，排51。